清水港区艺术中心庆祝开馆20周年，特别推出园区专属实境解谜游戏 APP， 一共有5道游戏关卡，结合实体建筑景点特色以及在地人物历史，让民众透过游玩的方式深度探索港区艺术中心以及清水眷村文化园区两大景点。中心也希望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来提供给更年龄层的民众不一样的游览体验。大伙拿着手机在园区里找寻各种蛛丝马迹，由港区艺术中心所推出的实境解谜游戏 APP 港艺事件簿魔法封印，一共5道游戏关卡，所有的线索都散落在画作与建筑物当中，必须搭配解谜包才能够解开所有谜团。充满挑战性的解谜游戏也让民众是玩得相当投入，觉得透过这样子的游戏可以让我找到就是很多在港区跟在清眷不一样的艺术品，我觉得还蛮特别的，而且还可以叫小朋友认识港区跟清眷，我觉得还蛮好的，蛮寓教于乐的。他设计了一些有趣的提示，是结合港区艺术中心的某些地景，所以不管是小朋友或是家长一起来玩的时候，就是可以透过这些谜题来促进互动这样子。那有一些其实它挑战性是非常的足够，所以不会说一下子来马上就解开关卡，所以这应该是一个蛮好的益智解谜游戏这样。为了庆祝开馆20周年，清水港区艺术中心花费半年时间推出园区专属实境解谜游戏 APP， 结合实体建筑景点特色与在地人文历史，让民众在游玩解谜的过程当中还能够深度探索港区艺术中心及清水眷村文化园区两大景点。民众只要下载这个游戏软体呢，然后实际到我们的港区艺术中心来，还有配合我们的道具包，一关一关的闯关游戏完成之后呢，大概只需要1到2个小时的时间。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其实民众呢不只可以了解到港艺有哪些特殊的景点，好，还有清水眷村文化园区，另外还可以了解到我们清水的在地的特殊的人文历史。中心也表示，每道关卡设计都有巧思，相当适合各年龄层的民众来挑战，也期盼透过如此寓教于乐的导览方式，带给大家有不一样的游览体验。记者陈柏翰台中采访报道。